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常常感觉一般教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咱的祈祷上过少。同时，咱对祈祷所带来的改变也真少啊，有愿望。圣经中间讲，恁得未到，是因为恁无求。这实在让人感觉无法度想象。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伊也答应成全教育之意所求的。相对我们的信心实在太少了。另外牧师也要大家明白，我们必须要了解基督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间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如果我们若详细查考使徒行传，我们会发现整个初代教会的扩展完全是依靠圣神的大权柄。甚么是促使上帝赐予圣神的关键？就是同心合意会祈祷。随着疫情渐渐控制稳定，咱的实体聚会也陆续展开。咱决定伫九月份的第二礼拜，就是九月十四，每礼拜是暗时七点半到八点半，伫七楼礼拜堂举行全教会祈祷会。伫遮无需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，为着国家，为着教会，为着家庭，为着个人来祈祷，愿上帝祝福咱。